好，再说一下，下午一直在打码，现在连爆头，还有那什么，还要被咬也要打码，脖子被咬也要打码，就疯狂打码，然后就是渲染打码上传被打回，渲染打码上传被打回，基本上折腾一下午，现在还剩两段，都要炫1个多小时，我准备吃晚饭的时候炫。嗯，阿言下午好。这跑步太不爽了。我觉得应该走这头，直接走这头出去就行了。刚才死了一遍，但是大家什么都没看见，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就行了。警察局地下停车场比较空旷，所以还是可以那个啥的，可以那啥。他这样的这个路线，我刚才解半天没解出来，是因为他。我不知道他这样的路线不是说中间被打断了，而是说上下都可以走，就是十字交叉，两边都是通的。我以为是一边把另外一边打断了，对，大家什么都没看到。那这样就上去了，你看，然后这个的话要往这儿拧，当做无事发生。突然都开门了，这里还没有开门，暴君。再看一遍。那个 Ben 死之前也没有用上这个娃哈哈，Ben 比原作当中老了很多。这样就得到了线索，这个下水道是通往这个安布雷拉的研究工厂。研究实验室、孤儿院，那么他是不是拿孤儿，这个叫什么幼儿在做实验，还是怎么样？好。What are they after? That's not good. 还好，留了个心眼，我就估计
大概，这里是要拉一下的，我操！Give me a break. 哎呦操！这儿但愿没东西，是往这儿走吧。刀不要了，走错走错，完蛋！哟，好，艾达要救命了要。高跟鞋真的能开车吗？我操，这么屌的！王阿姨，你这安全气囊都没有的车。Ada, this is getting old. Saving your ass, that's twice. I didn't realize you were keeping score. Look, this isn't a game. You're gonna kill me. Nothing dies down here. Why, you had 准备了引爆器。Yeah, and this. I was hoping you could explain what's on it. Maybe. After I hear it. Let's get out of here. 李阳觉得哇，阿姨太帅了。李阳要沉迷了。等一下，我想想。哎呀，求生刀扔掉了。接下来要用脖子扛了。是张定初在最近那本电影里面，你们看了吗？那个郭富城、周润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我之前也不认识张定初是谁，折弯的那个钥匙我已经拿了，折弯钥匙，要直接使用调查一下，然后按一下上面那个滴滴就好了。那个折弯的钥匙这么用的，对对对，叫无双。他不是开哪个那个车，他是要开后备箱里面有一个这个枪的拖把。不过我觉得拿不拿无所谓。Ben didn't come through. Well, what exactly are you looking for? More info on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is. 这个地方是干干净净，啥也没有的。不用搜啊，太好了。What about you? Trying to save the world? I told Lieutenant Brenna I'd bring help. Good luck getting that. 这个王阿姨是晚上下雨天戴着墨镜，这样不太好啊。这逼稍微装的有点过了。家里没矿，三连发 ，biu biu biu 一下就死了。可以走下水道不是 ？Gun shop， 肯特枪店，老板的戏份又多了是吗？怎么感觉走起来卡卡的？哇，王阿姨还会开锁的，你看，李阳你能干点什么？除了用脖子扛以外，虽然 mess， 但是这个。子弹、补给什么的，搜刮一下也是可以的。哇，哇哦，爽！量三光没什么用，用不上的。I'm not gonna hurt you. I said don't mov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I'm gonna ask you to lower that weapon. I kill you one. You're gonna turn around and go right back out the way you came in. 我操，这谁 ？I think your daughter needs help, sir. Don't tell me. 他被他女儿咬死了，我觉得。Drop it. No, wait. Step aside. We need to terminate her before she turns. Terminate. It's my fucking daughter.
daughter. Peter. Just let them be. Emma? Sweetheart, I told you to stay put. Daddy? Daddy's here. What?仿佛已经看见了结局。要打码了，而且。You're supposed to know something. How did this happen? Huh? She was our sweet little angel. Mommy.I'm sleeping, honey. Okay. And I'm gonna put you to bed too, okay? Emma. Just go.好吧，但是你那把喷子能不能给我？嗯，啊好，不用打码太好了。It's one thing to keep the truth from me, but why him? I want to find out what's happening here, and stop whoever's behind it. Helping people like them, that's why I joined the force.哇，你头发不湿的呀？怎么分的那么好？我要是淋湿的话，会一落一落的。We may not make it out.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is city, count me in. 哇，一看小伙子还是个可塑之才啊，正义的小伙伴。酒粉送了四个辣条，送给酒吧，别送给我。当你是我粉的时候，你就可以给我。That explains the horrible things I've seen. That's why I'm looking for Annette Birkin. She's the one at Umbrella responsible for unleashing the virus. I'm going to bring her down. Annette 伯金，是 Annette 伯金流出来的，好像不是吧？是威廉和那个，是威廉和那个谁，和汉克小队作战，然后把病毒弄碎了，然后老鼠传播了。好像是供水系统下水道里面流传的，本来是只有那个洋馆那儿有感染，但是那边炸。王阿姨，你怎么让脖子哥先走了呢？Can't imagine a real scientist being down here. 调理好暗，我想再调理暗。Come on, sewers are run by the city.How could they have a facility without the authorities knowing? Welcome to corporate America. Umbrella's controlled Raccoon City for years. 美国，你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好啊，是不是？谁有钱谁说算，基本上。也有很多肮脏的屁眼交易。我操！Jesus, that an earthquake? I sure as hell hope so. 这个地方，哦，是有东西来着。我说怎么？哎，就是这盒子弹在。
要鳄鱼了是吧？ What the hell? 大鳄鱼。耶、yeah, ，存档，打字机，哦耶，这个好东西啊。拿什么呢？手雷啊，闪光，格斗小刀。一般来说是小刀好用一点，但是对付暴君这种还是闪光弹比较好用，因为你不可能再把这把刀拿回来了。对付普通的丧尸的话，你可以把它打死，把刀拿回来。Eagle。药还不少，然后我觉得可以拿一点出来组合了。然后这个木板我估计是没用的，急救喷雾带一个吧，总觉得下水道应该挺危险的。不帮我阿姨扶一下门呢，这素质屌差。王阿姨你怎么不跟过来了？哦，来来，他要跟我这么后面。手枪子弹，分头是个容易让队友便当的体质，所以王阿姨也有点怕。霰弹枪升级啊，我不知道啊，霰弹枪升级的是不是会那个，是不是会增加那个子弹上限？我等会儿喷掉一枪再说。反正现在格子不紧张嘛，然后现在回头还有机会。王考选，哎呦完了，这儿我看到过鳄鱼。You sure this is the right way? Unfortunately， 王阿姨说让你先走了，就是这个意思。他怎么可能一直潜水潜到这儿呢？这地方很浅的。Leon， get out of there！ 李阳说：“操你娘的！”哇哦 ！Holy shit！ 嘿，下一次又是右边吗？完蛋！跑来不及了，就是那么浅的地方，怎么可能他一直过来都没看见呢？跳过了，李阳跑得也太慢了。一发爽歪歪，我操！
捡了个手雷，可以可以，白捡，一发子弹换一颗手雷，赚翻了。你说的有道理，水里跑起来确实已经不容易了。妈，你来救我吧，拉我一把吧。Leon, up here. 我操，王安你倒是爽。Just get up here. 王安你好凶啊！妈的，我可是救了你的命，刚才万一下学生你穿高跟鞋你逃不掉的。You said the virus turned people into monsters, not reptiles. Fair point.I'm just impressed you made it in one piece. 干，坐电梯。下水道还要回警局吗？是不是据说还要再回去一趟？什么意思？我自动的。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自动的。Umbrella sells monsters like that to who?Our military? Somebody else's? They don't sell the monsters. They sell the viruses that make them. And Annette is who makes the viruses. Scary as that alligator was, Annette is far more dangerous. Yeah, you just Annette. 刚刚跑的飞起是强行满速。存档点，这就不存了，这好像没什么好存的。Definitely William's handiwork. Oh, Annette. Identify yourself. Annette Birkin. She's who we're looking for. Not much time. Need to dispose of it. We're here for the G virus. That's not gonna happen.I'm warning you, Doctor. Oh, yeah? Hey! Stop! Ada! 著名场面，绝对不会让你们拿到鸡屁股了。Didn't expect that from a scientist. Leon. Forget about me. Just go. Stop her before she gets away.Annette 在那个《暗黑历代记》里也很好看的，这次是除了王阿姨还行以外，其他全面丑化，这样是不好的。好，王阿姨换衣服了。I'm right outside the facility, in pursuit of Annette. 神秘人，王阿姨听懂，我没听懂。You can run, Annette, but you can't hide. 哇，这句话也是名言。李阳呢？哎，李阳呢？不是，这儿是烧焦的。他肚子上戳了个啥？啊，这儿，拿得像垃圾一样，看不太清楚了。伪装色。不是吧，王阿姨就一把小手枪啊，九发，而且是。此枪是限量5000把的手枪之一。王阿姨有文件吗？采访。修复计划，哎，他怎么把过分了？他怎么把李昂的那些文件给拿过来了？我操！你这身上装不下这文件袋啊！你怎么把人家文件拿过来干什么？暴君肯定看不见李昂，觉得他已经跟垃圾一样了，跟我一样，就走过去了。
爬上去，但是这儿有一个风扇。好的，艾达掏出了这个神秘武器，电磁场显像器。按住 L2， 瞄准是按住 R 入侵啊。他怎么自己身上捡了一个东西？他从自己身上捡了个东西。啊，可以看到这些线路，然后你就知道这个，看得见吗？好像看不见。算了，你就知道这个线路通到哪个机关，然后就可以把它劈砍。我也想吐槽这个劈砍是什么情况。然后呢，这不是更打不开了吗？等一下，先让它转起来是吗？然后再去hack 这个，让它过载。Candy from a baby。太轻松了，王安，你不是原来他还有把神钩枪的四代，现在没有了。配枪，小蟑螂还是在。这段应该没什么敌人吧？黑科技，这真的是黑科技。98年，灰猫好辛苦啊，礼拜六也上班。新的身份识别万代才能进入主设施。操，这个太坑了吧。但还是有一点点。什么声音？哎！哎呦，被扑倒了。就是不断，操！我操，这还了得？还有东西没捡完，干，不捡了。
got you now. 完，等会儿见暴君，这段我看过的。Always been good at running. Give you that. 怎么回事？还有，死了！这个到底有几个？不是已经黑了两个了吗？还不够？大多数武器在强大暴君面前都像玩具枪一样。Got you now. Always been good at running, Annette. Give you that. Persistent bastard, aren't you? 先黑这个。那间房间都没搜完，还有一颗手枪子弹呢，还有一颗手枪子弹呢，亏了。我现在缺的是药。我操！王阿姨，这个关太贱。有三个，他妈有三个，都在那头啊。九月检查万代焚化炉，有没有他妈给个药啊，我操。
万代。嗯？被算计了。Bravo. Gonna burn me alive now. You'll never get your filthy hands on the G. I'm not the only one after it. You realize that? And you won't die alone.这他妈到底要通到哪儿去？哦，我知道了，他要通一个开一个，通一个开一个。Retrieve， 怎么从上一次存档点？还有一个，来不及了。嗯，还可以，啊，不可以。浴火焚身了，王阿姨。他这个造谣，黑色丝袜在碰到，在接近火的时候就已经会辅助模式吗？是连死几次，死了三次。降低难度，问你，黑丝在这个碰到火附近的时候就会自己烧起来，而且会粘在皮肤上。这是之前消防局的人来做过讲座，因为这种化纤的东西都是石油提炼物。说如果碰到火灾身上有什么化纤的东西，什么氰纶，这个纶那个纶，聚酯纤维，赶紧脱了。Bravo. Gonna burn me alive now. You'll never get your filthy hands on. 现在为什么不让我黑啊？操！ I'm not the only one after it. You realize that. And you won't die alone.时间如果知道背板的话，还是来得及。That bitch knows what she's doing. Ah, 身份识别，这个地方可以开了。Visitor clearance confirmed. Your ID is authorized until October. 十月一日啊，足够逃出幻影室了。Not gonna happen. I 想到镜头看一眼。好吧，啥也没有。哎呦，感觉这里是什么
什么对峙的名场面，我应该会在这个轨道上然后掉下去，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王阿姨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自言自语，后来到六代已经疯狂自言自语。啪，探照灯，你居然逃出来了。 Enough with this cat and mouse game. 谁是 cat? The game is over. You lost. Tell me, is your husband still alive? Or did you kill him so you could take credit for G? 嘴型好像不是很对得上。You don't cooperate, I'll get a sample from the nest. Over my dead body.要跟劳拉一样，一个穿刺上。你现在需要里昂了。是啊，这种地板高跟鞋，细跟鞋会陷进去，粗的还好。回到里昂了，还好还好，我平安活下来了，虽然 danger。原味风衣，赶紧闻一下。Ada。分头，心灵听到了呼唤。Damn it！ 里昂，该我上了。入侵完毕。Ada，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原路过去就行了嘛，他没有这个搞七搞八的黑。哎，不能原路。他得走这一边，但是这边我漏了一手枪子弹，好难受。我想回去存一下，是不是？不好意思，回不去了。Shit！ 他们不是从这个门来的吗？为什么把回去的路锁上？有病吧？分头，大家都无声啊，这儿可以存，行吧，那这儿存一下也行，整理一下东西。这个场景也是名场景了，汉克好像就从这儿醒来了，然后全部都是倒走。这个做的有点不明所以，那边有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哎呦，又走下水道。That's a pleasant smell. This 该往哪儿走？哦，这个也需要这个东西。完蛋！这个东西我记得回警察局那个雕像三硬币那个地方也需要这个东西。前面有大怪，真的不要吓我。
右边。还是这边呢？这是我来的方向吧？好像。没有用 Pro 玩。哇，那么多。前几天播的是原版生化，还有暗黑历代记。刚才这个地方还没有探索干净什么。这垃圾上有什么东西？先摸摸个干净。啊，它是这片。这片区域。这应该可以摸干净的。会有流程解说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有一盒手枪子弹，58，不错不错。数位录像带，这还要去看吗？Son of a bitch！ 打完以后还骂个人，这非常李阳了。哦，是吗？爆发开头动画，就是一开始那个他们被弄死的那个，不对吧？爆发开头动画是一个老鼠视角的，缺个钥匙。我想验证一下这个装那个什么会不会把那个回满。哦，这个还保留着呀。哎，怎么了？我干了什么？那城堡，西洋棋，城堡是什么？是象吗？还插回去吗？都打不开，没一个咱们打得开的。又是一把小刀。这里是一个瀑布。我操！哎呀，那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东西了？
这个要这个 T 型的那个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个东西那么多啊？机制又跳来了，一身的 shit。其实肉体这次好像量产了是吗？哇哦，都给这个了，你看看，真的是大战无极。能绕过去吗？我操，能打掉吗？摊了我一把刀，走了。而且下水道也没摸完。他不就是极致幼体，还是还有极致幼幼体？电车。奥文斯负责人警铃大作，母巢受到病毒感染。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杀人灭口了吗？哎哎，还没拿到文件。你看到王阿姨了吗？哇，七发，爽歪歪，还没摸完。转盘锁，啊，就是这个东西 ，SFZ 啊 ，SZF， 麦林弹，麦林弹暂时不用吧，麦林枪也没带，我还是更在意回去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没摸完？肯定要回来了，不然他这密码锁也没给线索，你怎么知道他开门是多少呢？还是说，哎？老哥，你还在这儿？你还带着我那把刀啊？我来看一下喷子组合一下，会装满子弹吗？啊，额外增加四发，额外增加四发。那也不是组合，那也不是那个补满。看到我的刀了，我要把它弄死。躲哪儿去了？
我感觉用喷子把他那个肉瘤打破以后，就可以换小刀、小手枪点，这样效率比较高一点。多发了，多打了一发，亏了。你再摸一摸。卧槽，这还弱，他是个杂兵哎，他不是 boss， 后面还有好多呢，我估计。这边这个门一会儿上楼去开，这是表现。这个地方还会回来的吗？还是干死他，顺便还可以把刀回收了，挺好的。后面还有五只左右，我操！干，就摸不干净了，感觉。你看这个地方，算这一片都有东西是吗？好吧，应该就是那个贵的东西摸了以后，这一片区都清了。不知道啊，为什么要跟手柄解说双人吐槽呢？这里看不到 A 的，这什么地方都有点转晕了。我说有就怎样，又没有又怎样，你们为什么想提前知道这个事情，这种都还没有定的事情。有直播录像，但是会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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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因为他老是打回来，然后我要打码，打码渲染又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传。包括丙嫂还行。Ada， I'm coming, Ada， 我要射了 ，Ada。好，终于拿到了下水道地图，可以可以。骑士建设公司，污水的乐在其中，卓越工人，骑士，哦，西洋旗，所以说他那插头做成这个东西，还是什么赞助什么？来，播一下小录像带。病毒散播到下水道。Virus， how did those rats spread it？ 一定是通过老鼠，老鼠传播的。我们把马格南拿出来，还是需要用到马格南了。但是马格南是不是强化以后再用会比较划算一点？感觉
扔到哪去了？闪电鹰。三发喷的子弹，有体术好还没体术好呢？气氛不一样吧。虽然我个人还是偏好有体术，但是游戏做成这样，也只能说是尊重游戏公司的选择。这种这种东西见仁见智，不好说。录像该停下了。